海贤，金德礼到篮底下面对阿瑶的出手没进，篮板球在地上，金德礼再拿起来要到犯规 ，and one。你看他的爆发力跟弹速哈、哦，小球递给了辛特利。哇，目前上半场已经19分，三分线外，辛特利中手开花。哦、Mike， 对，试破了。张博文怎么运着运着运到对方的手上送两分了？金特利的一个算是。抢若钢铁这边内线是本土球员，那布方有没有采用？你想要去打一个禁区啊？嗯，麦克在第二节手感也不错，两记三分球在内了，单。布方落后6分，还有3分半钟，上半场结束。Mike Singletary 单节3个3分球，比赛首度得分来到20的球员。哦，对，这个球场要这个球给的漂亮。前面没有压迫，你让进攻。这个比赛一开始的先发阵容，除了杨将之外是不太一样。对，哦，辛特利，哦，又是留底线。以波卡真的是，其实我觉得他好好把中距离练好已经够了，不用一直尝试三分了。对，因为他的手也够长，他跳起来其实能封到他的也不多。哇 ，Singletary。讲到外线哈，就在看 Singletary 的这种。出手比较辛苦，哇！这强森的一个抢篮板非常有气势哈。好，地板球给到辛特利，再得两分。对，一个强森的一个篮板啊，这个人。事实上，现在勇士有很好的一个进攻节奏啊，看起来钢铁都跟不上。对，这是志杰跟 Singletary 在禁区的合作。对，我想应该或许就要叫暂停了。对。切入到禁区球掉啊，杨和的失误率也是这两场比赛比较麻烦的。这是快攻哦。辛特利，这是身体先迎上去，守在后方。